哦，要这个人生建设啊，并不是讲真困难啊。哦，因为咱啊一般呢，就是讲无接触，哦，无接触就讲这个心事，哎，感觉讲哦，这心里想法敢那较深哦。其实是咱无接近安尼尔，接近就浅，哦，无深。啊，所以希望呢，啊，算讲伫遮呢，特别甲咱各位青年呢，讲解这个人生建设。咱目睭看到吼，所有的影像，哎，我拢一再拢哦，同你讲，我咱看到到底是这个宇宙走来咱目睭的，还是咱目睭走宇宙表面？咱日日的生活吼，咱拢唔捌研究这个问题，对不？过一日是咱目睭走宇宙表面，宇宙走来咱目睭的，是无？那无，咱研究。是咱目睭走去，还是伊影像走啊？各位姐妹，唔是影像走诶，也毋是咱目睭走去，毋免遐无闲啦，对哦。较希望吼，影像走来咱目睭着，安尼目睭若提起，平常赶紧走落转，对无？毋是哦，各位姐妹，咱看着吼，哦，标准是。哦，这个弥勒祖师对吧？啊，是不是心知呀？哦，对嘛？哦，咱看到听有一点关键菩萨，心知呀，对吧？哦，啊，这边哦，咱老师在讲话，心知呀，对吧？哦，看了知呀，清楚。所以哦，你看，看到什么，知呀什么，就是心，不是目睭，就是咱的心。安尼明心有紧嘛？你看到什么，知呀什么，就是心嘛？安尼明心有紧嘛？真哦，对哦，你看，这就是录音机嘛吼，这是电脑讲，迄电脑，迄你讲电，看到拢知影声了，迄就是心知影，不是目睭知影，心知影，哎，所以你看，明心就进入哦，快不快？很快哦，明心就进，啊，渐行哦，对渐行，心就是如如不动，哎，因为吼，咱好多啥，伫这个哦。看，看，要甲咱的如如不动的本性吼讲出来，吼、哦，因为咱这个吼、哦、看的这个哦这个现象吼，伊就啥不生不灭，啊，因为吼形象是伫咧变化，啊，咱讲吼，咱是不生不灭，但是只有在生灭吼怪异，所以伫这生灭内底吼，咱要哦了解咱的本性，较无遐容易。啊，我今麦讲吼，各位姐妹。咱即摆吼，用迄、那个，用迄个文殊菩萨，甲释迦牟尼咧讲，迄、那个吼不在内，不在外，吼、哦，无伫内底，无伫外口，无伫中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咱来吼体会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要记着咱的本事。因为咱遮吼比较比较静，所以要照声音吼。各位，咱即摆静来听个声。有没有？有听到声无？有声吼，无最少嘛，听无。迄个听风机的声无？好无？对无？啊，即摆声变走离啊，对无？所以各位姐妹，我照这个声哦，来给咱的本性体会，啊，所以大家爱静了吼，听闻拢有听到着，恁的声，啊，迄是你身躯内底哦，吼，伫外口的，唔是伫你身躯内底吼，所以不在内，不在内，啊，你即摆哦，你要看，像你的这个哦闻性，你听到的这个哦这个领域内底。伊伫你个听到内底着，所以不在外，不在内，我伫你个身躯内底伫外口。啊，毋过吼，伫你个本性内底听清清楚楚，我伫外口，所以不在内，不在外。啊，迄个中间哦，因为有内外才有中间，没有内外就没有中间，是无？所以咱。哦，咱利用这个文献，把咱这个佛性哦来启发。
们今天第一次讲，讲可能会太快一点，但是你用你等你啊，你用你那些坐在你坐的时阵哦，啊，你就慢慢来去体会，体会讲哦，那文殊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答，是讲哦，我们的真心佛性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你甲听。哦，你照这个声音，哦，你外口有车声过，哦，啊，怎么听到你就会哦了了分明，哦，这台是卡车，这台是轿车，哦，你拢会听到声。啊，听到声的时阵哦，这个时阵你就来体会讲，啊，这不在内，不是我身躯内底，声音是外口。哦，你今麦再听讲，嗯，啊，我听到的声的范围内底，伫迄个声的内底，所以无伫外口。无伫身躯内底，无伫咱听声音的外口，吼、哦，迄个是讲不在内，不在外。啊，没有内外，就没有中间，所以不在中间。迄个是咱的真心佛性，如如不动。哎，啊，咱家己哦，或者你家己哦，记的，啊，你用一个用一个听哦，你就会好做啥？恍然大悟，哦，原来我的本性就是这么啊，亲切跟我做伙。不然咱用看，咱也使，吼、哦，用见的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吼、哦，我们这个，吼、哦，咱看的这个，要照着咱的佛性，要照把经验出来哦。因为咱拢只有这些形象给咱怪，所以较无容易哦，显得出来。啊，较主要咱若讲要用目睭来显佛性，我也使。因为咱的，吼、哦，咱这个佛性不生不灭，好、哦，咱即马照目睭看吼。各位姐妹，咱这么看，原来不生不灭，形象在变，咱这个见性无变。哦，你这么讲，啊，无看目睭开起来，你看着，开起放眼看，看啥？啊，看到黑暗。哦，啊，这个光甲暗，那是环境的变化，你的佛性无变化，你的这个见性无变化。安尼知无？是吼、哦，咱的这个真心不是吼、哦，真正的亲切拢甲咱做伙，啊，只是讲咱拢吼，在后底啥，撞，甲扛起来，吼、哦，如来咱无请着，如来撞起来，啊，咱今麦就是讲要甲伊请着，卖互伊撞，因为若如来撞，咱用的拢是色心、认识的心，敢若像我看到影像，啊，生出。讲哦，啊，这个卫生纸，卫生纸哦，真方便，互咱一工七工七晒，迄生出来迄个心。哦，啊，即若讲哦，真爱卫生纸，咱会当用，啊，你若七到乌苏苏哦，安尼讲，对无？啊，你还袂进行真爱迄个心在度变化，对无？啊，七到乌苏苏，安尼讲，安尼分数啦，对无？甚至去变化。所以讲，咱就是讲用这个心嘛，用这个地观点吼，离三心的念头，咱拢用，咱拢用这个，啊，用这个就是讲在甲咱怪，在甲咱怪，哎，啊，怪咱吼去爱，怪咱去排毒，哦，排斥，你爱就是要占有，啊，你排毒就是讲赶紧杀我骂我，好啊，对无？啊，因为伫这个中间，哦，咱这个心就是叫做正念。创意，不管你想占到你家己的，还是讲你哦，今哦你无看，安尼，这拢已经是正业了。啊，所以讲咱卖用日常生活这个心，哦，咱用迄个不生不灭，哦，用迄、那个哦，迄、那个就是不变呢，哦，咱用迄个心，啊，迄、那个心就是讲微的，哎，啊，咱微的卖好微，啊，请坐，哦，啊，这个真心不行。啊，请到你上面用了久了哦，人以本心的功能就给你造出来，哦，所以古来呢，哦，在什么天灾地震啊，什么，你拢嘛了了分明。啊，咱来用这个色心，无啦，这拢无半啊，色心无半，色心就无体啊，哪有遐功能？咱个人了解咧，哎，咱这有应该解。有一天就成熟，哎，干哪？哦，你上路后，你接下，哎哎，寒气甲土豆，你看迄种的吼，即马土豆嘛生寒气嘛生啊，哎，种的爱过个，还袂使拄只种的，你讲要偷看嘛？
这个天后生在来考我们哦，哎，啊，咱即马来考拢有啊，哎，过一年等下就有一人去考一次，我哩等到你上啦，哎，你考怎办啊？哎，一张邀请拢考十几年的考考，好无？我哩上好，两三个一张好无？哎，啊，大家等下去考，哎，迄做有够啦，后尾来讲哦，我有印象，怎有够要写，就是讲安尼，好，我们下课。哦，所以地上为我，哦，我定定人呐，不思定心用意做结，将前黑心呢，有何所益？哦，心修相遮呢，因为道是书，必是他的，我辈呢，满足啊，结上弘扬心力，诸人弘毅呢，当代啊，实心相人。我便依照啊，依之修书，何须啊作结？这呢就是五祖啊，啊，这啊所有的弟子文人呢，啊，拢系讲先去做一下结语呢，啊，要把这个衣冠啊，穿来做第二代祖。啊，所以这啊弟子呢，拢讲啊，因是迄个先修的，啊，算讲咧听先修功课的。依止这个心修，所以吼、哦，唔免用心去做结。啊，心修听到以后呢，心修思维啊，啊，诸人啊不清结者，我为伊吼，大家的弟子呢为教是师，就是拢伊咧甲伊教。啊，所以伊心修本身就讲，我是呢做结，将修这个核心。所以各位前面，这核心伫咱即马吼，因为用了真正的普遍，所以讲无感觉讲有迄个建议。啊，咱爱知影讲以前啊，啊，咱